下锅腿。 这一块就是扔。 就是家里面客人呢，喝酒就吃它最好了。看电视剧啥的，下胃最好吃的部位，一个是它的肚子，一个就是它的腿了。 你看你那一家四口多好啊！咱家一家上好也挺好。我感觉缺点啥？吃粉条，海带。 真好吃，猪皮。 开饭，大丸子。
胡夏，一会儿把头烤了。这个虾线巨脆。这又是啥？噎死我了！五花肉，猪蹄儿啥的，这也是应该是辣的。香辣的那种。
马上直播，随时给你进啊！今天吃饺子，肉馅的饺子，自己包的。太香了。今天来个苦瓜配芥末。好久没有吃芥末。白菜炖粉条子，给你这放上辣椒油，当时就变味儿。当时也好吃，炸烤肉。又熟了，今天咱们再来个大扇贝啊！铁子看一下，我们家大扇贝个个都得大黄啊，看一下。吃个红油板的啊！哎呀，太辣了，这么多辣椒少了。哎呀，看我嫂子这么拼的。给我嫂子个双击吧啊！谢谢谢。好，先说这个虾他不会做，我来教你。哎呦，先不要放葱姜蒜，知道吧？哦，喂喂喂，先给它煎，一定要先把它这个油给它煎黄，因为时间的原因，我没那么多的时间，所以我先告诉你听，一定要先煎一下，知道吧？煎。多煎一会儿再放葱姜蒜，不然葱姜蒜它就糊了，你知道吧？其他的东西都不要放，酱油，这是酱油，酱油，然后还有醋，就这两样，其他都不要放了，明白吧？哎，然后呢，稍微的加点水，就 OK 了。像这样子一盒虾呢，斤重是3斤6两，然后呢，虚重。